实力派演员吴康仁8号以戏剧《一把青》获得5亿金钟奖最佳男主角。得奖的他情绪激昂，感性的呼吁大家相信专业，勇敢创新，给新一代一个机会。我真的很想要给台湾的电视剧多一点鼓励，就是我们有 还有很多还没被看到的演员，他需要更多的题材，不只是偶像剧，更多的制作公司开发不一样的题材，多信任我们的编剧，多尊重专业，我们可以的，我们这一代的年轻演员真的可以，更好，我们真的会更好，请相信我们。我觉得都只是打滚，我不敢说我演了，我这几年演了多少戏，可是我至少我演过八点档，我演过大爱，我演过商业的，我演过偶像剧，可是我真的看到这一行，可能8年前大家都说环境不好，可是8年后的现在，大家还是说环境不好，而且没有更好，所以我真的很希望，也许政府需要跟我们的多开发一些案子，多一点资源，城市对我们的拍摄更友善，然后比如说更多的制作公司，他们可以更勇敢，拜托拜托，请大家更勇敢的去相信专业的编剧，让一些年轻人，多一点创造，不要再原地踏步，我们真的其实可以的。在因为我周遭我是很幸运拿奖，我被曹导选到，那但是其实在我周遭很多很有才华很棒的人，他们都还在很努力的拿着很微薄的薪资写剧本演戏，他们只是等一个机会，拜托给我们一个机会，我们不会让你们失望。对于共同角逐影帝的邱泽，吴康仁谦逊的说承让了，直呼很欣赏对方的演技。我跟他说了一句承让，就是他应该他入围也，我其实我从去年就很看好他，那我觉得这一次只是幸运，那评审做了一个选择，那邱泽我很认同他的表演，我非常喜欢他的表演，他的节奏，他的任何，我觉得这是他努力得来的，而是他不断磨练出来的东西，所以我觉得英雄惜英雄吧。若是在拍新戏的吴康仁表示明年依然会参加金钟奖，希望传达好的信念给观众。明年就还是希望过来，我希望再来，就是希望把好戏带给大家，感动观众吧，给一点点，给你们一点点什么，让你们明天生活更有一点力气。哇，那新闻网采访报道。谢谢。